唱琴的时候一定要中慢唱。好，中慢速啊、哦。先将中份儿拿来，靠近一点了，太小了。好，没关系，我自己控制多分。好，中慢速将你的某个乐曲有粗糙的地方、line 有不顺的地方做 finishing 的动作。所谓的 finishing 基本上还在改变形态哈、哦，所以但是改变的量是很小的，很微小的，就是把 rough surface 稍微整平。finishing 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强化 line go， 那个 bubble cast 就应该两边都有 depression 哈、哦，然后 cervical 地方有一个 cervical bar， 所以中间呢就会有一个界限，把这界限测出来 ，cervical bar 就很明显。从 margin 往上的地方，我们要。Margin 的干净，让它 smooth。从 margin 上来是一个很顺的弧线，啊，这不是一个 overbound 过。Polishing 不能把 line 给 polishing 掉哦，啊，太过于 sharp 的地方，比如像刚刚这个夹，这个边边有点尖锐的，所以要把它修顺一点点。过犹不及。而 crucial table 跟 as you work 交界，真的就是一个 table， 不要转角是很明确的。我要强调一下，而 crucial table 跟 as you work 的转角是很 sharp， 很明确的。finish 完以后，你会觉得整个变比较亮，也稍微有点雾，因为你在加的时候一定会比较，我说的亮其实是那个比较白啦，哈，比较白，不是发亮的亮，就是比较白一点。在加的时候会比较亮，因为你会有一些 monomer 残余在表面，那修完以后比较雾，然后比较白，但是。比较干净，颜色比较一致，不会有些地方比较深色，有地方比较浅色。可是你把那些没有 setting 的 resin 把它去除掉了。好，我们看这个 margin ridge 的地方修整过以后，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尖。好，然后呢？就来用湿布轮做 polish， 我们使用 polish powder， 湿布轮沾 polish powder 啊。当它沾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小心，它一旋转的时候就到处喷，所以你先用你的手先 protect 一下，不要打到自己的衣服上啊。速度用中慢速啊，中慢速。那有时候布轮有时候不够湿。你可能有时候要先泡久一点点，让你的人体啊，不好意思，让你的布轮啊彻底的湿润，啊，彻底的湿润，然后之后再去沾 polish powder。